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本周两会刚闭幕的第二天，国务院就出台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这个方案一经推出，便被好多人认定中国足球春天的故事是真正开始了。对于这个方案，不仅国内媒体，连国外媒体都广泛关注。这其中不缺蒙表扬戴高帽的，比如有媒体称中国民间藏着7000个梅西，其实人家是比喻，是形容，还真不能当真。马拉多纳之后30来年，世界足坛也就出了一个梅西。未来30年，中国能不能出一个梅西，不仅靠按规律你一步一个脚印的办事儿，还得看天赋，看舞台。更重要的是，足球进校园，让青少年爱上足球，首要目的不是出梅西，或者说是让国家队打出好成绩，我们有面子，而是足球本身它就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可以帮着中国的孩子明白注重团队，迎接挫折，懂得配合，健康快乐。而做好这一切，出不出梅西，国家队成绩如何，都是顺其自然，水到渠成的事儿。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彻查事件，严惩肇事者，不仅要郑重道歉，妥善处理善后事宜，并进行赔偿，还要采取有效措施，杜绝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本周，针对上周五中缅边境发生的中方边民伤亡事件，我国在第一时间向缅方作出强烈回应和严厉谴责。上周五下午，缅甸军机炸弹突然落入我境内，导致云南省临沧市孟定镇大水桑树村正在甘蔗地作业的无辜平民5人死亡、8人受伤，还有部分民房等财产受损。自2月9号缅北果敢地区冲突爆发，至今已持续1个多月，对中缅边境地区的和平稳定正造成严重影响。面对多达6万人次的缅甸边民陆续涌入中国境内寻求避难，中方给予了必要的协助和妥善安置，而缅方军机炸弹误投至我云南境内的事件已有多次发生。周一，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已通过不同渠道向缅方提出严正交涉，中方再次敦促冲突有关方面严肃对待中方关切，切实保持克制，尽快平息事态，恢复边境地区正常秩序。我国军方则明确要求缅军高层要严格管控约束部队，绝不能再次发生此类事件，否则中国军队将采取坚决果断措施，保护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本周一，备受关注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正式公布，从足协改革、联赛改革到国足建设、青训体系，这份详细列出50条措施，被舆论称为不留死角、改革力度超乎想象的方案，对于国人而言可谓期待已久。按照这份方案的规划，足协需与体育总局脱钩，由国务院体育行政部门代表、知名足球专业人士、社会人士和专家代表等组成。这意味着久遭诟病的足协终于将去行政化，走向专业化。而方案也明确指出政府在足球运动中施展作为的重点，比如各级政府应加大对足球的投入，用于场地建设、校园足球、青少年足球、女子足球等方面，把新建足球场纳入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总体规划。其中青少年足球运动的培养和发展尤其令人关注，方案具体提出各地中小学把足球列入体育课教学内容，加大学时比重，全国中小学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在现有5000多所基础上，2020年达到2万所，2025年达到5万所。周四，因拆迁纠纷引发的山东平度纵火案由青岛市中院作出1审判决，1人被判死刑，2人被判无期徒刑，另有4人分别被判6至19年有期徒刑。1年前的3月初，因征地纠纷，平度杜家团村部分村民在一房地产项目的施工工地搭设帐篷阻止施工，并由多名村民昼夜轮流值守。时任杜家团村村委会主任的杜群山与时任吴家团村村委会主任的崔连国商议后，决定找人对村民进行恐吓。几多领导天天给我施加压力，我当时一时糊涂，也克制不住，我当时就想到了，我虽然我在电话从这个通话记录里边找到了我也父的电话，但我搁打电话一想到就对他这一段想不起来。
随后，震惊国内的纵火案发生，沾有汽油的毛巾将有村民正在值守的帐篷引燃，最终导致村民一死三伤的惨剧。在前不久结束的两会期间，在评选两会关键词的时候，我首选是任性，其次呢，我选的是马桶盖。马桶盖，没错，马桶盖。这个看似不登大雅之堂的产品，却在两会期间相当于登上了大会堂。从总理到经济学家，从代表委员到媒体记者，可是热热闹闹地说了个够。原因不复杂，这两年中国赴日游客日益增多，人们发现很多人到了日本店里购物都会买个马桶盖拎回国。两会那段时间，人们又发现拎回来的很多日本松下的马桶盖都是在浙江杭州生产的，于是围绕这个问题的讨论就更加热闹了，角度也更多。它涉及到中国制造、中国消费者的消费升级、进口关税、价格、质量等等等等，这也难怪不大的马桶盖成了大话题。新闻周刊本周试点关注马桶盖。数十款智能马桶盖纷纷抛出冰点价，不必远赴日本就可买到让您称心如意的产品。不用漂洋过海去日本也能买到智能马桶盖。当中国游客在日本抢购马桶盖的风波过后，无论在网络电商平台还是在北京等城市的家具卖场，马桶盖都成了打折促销的主打产品。在北京十里河的闽龙家居广场，众多品牌不仅打出6到8折的折扣，有的还推出免费试用1个月的活动。肯定是要好的，不是一年半年。以前的客流跟现在客流，咱们也有30%的增长。尽管一个马桶盖至少得花2-3千元，但在生意最红火的日本松下专卖店，不少热销型号甚至频频断货。有很多客户可能来了以后，直接就问那个最火的那个马桶盖在哪儿。而在这一波促销浪潮中，因为功能大致相同，价格却便宜不少，许多国产品牌的生意也明显好了不少。现在是明显增多，增到那个20%-30%吧，比平时。有个客户说，哎，你这肯定没有松下的好，你这松下的吗？我松下引进的是那个日本的那个，那个电机。我说我们也是，我们是日本公司的电机。国产的质量不一定不好，但是国产的宣传问题。实际上我们家里买的那个国产的马桶盖，咱就说啊，1000多块钱的马桶盖，都10几年了。这样的抢购场面，在1个月前的日本免税店里更加火爆。很多中国游客基本不问品牌、不问价格，就把智能马桶盖的货架一扫而空，抱上1-2个马桶盖或者电饭煲，成了中国游客回国时的标配。哪怕说提的重一点，也好像也愿意。我大概2010年前后から、中国の皆様が高額な IH の炊飯器、日本の炊飯器はご飯が美味しく炊けるっていうのは認知されたようで。那我按一下这个充电器。臀部清洗、暖风烘干、坐圈加热，这种早已在日本家庭、宾馆、公共卫生间十分普及的智能马桶盖，在赴日中国游客中迅速风靡。然而，当他们如获至宝地将它抱回家时，背后 “Made in China” 的字眼却让不少人大吃一惊。记者发现，最为热销的松下马桶盖，其全球唯一一个生产基地其实就在中国杭州的下沙。在我身后的这个2条生产流水线上生产的智能马桶盖呢，正是要销往日本的。而且啊，通过我左手边的这块蓝牌子上显示的也是，无论是销往日本的智能马桶盖，还是内销国内的，使用的生产流水线都是同一条。不过虽然生产线在杭州，其中的关键部件微电脑控制器也是由温州一家企业生产，但核心技术和企业品牌都属于松下，质量和生产标准按照日本标准制定，所谓中国制造提供的可能仅仅是劳动力。日本马桶盖在中国制造，似乎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能够自主制造出同质量的产品。面对良莠不齐的众多国产品牌，消费者的切身感受或许更有说服力。就上次有一个顾客吧，他说用其他别的牌子吧，就是用那个喷水就不出来了，按键不管用了，用还没到1年呢。哪怕是说买进口的，虽然是国内代工的，感觉质量啊什么的各方面可能还是要好一点。其实日本是人性化比较，就是对这个人的这种细微的之处很细的，这点我们承认。
杭州生产的马桶盖漂洋过海运到日本，最后又被中国游客费力运回。人们希望马桶盖的日本自由行不该只是个笑话，更能戳痛中国制造真正升级，走出信任危机。这一次的这个风波啊，我觉得刺痛了我们这个卫浴行业，值得我们这个卫浴的生产的这个厂商或者叫经销商值得我们去反思。围绕马桶盖这个话题的讨论，第一次高潮来自于财经作家吴晓波的一篇文章《中国中产为何蜂拥去日本买马桶盖》，由此大家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为何不升级，为何干不过人家的话题。可没想到一段时间之后，剧情有了反转，从日本拎回来的马桶盖恰恰是中国制造，是浙江生产的。于是话题讨论就升级了，进入第二个热闹的阶段。其实中国制造出口转内销的事儿一直都有，在一个国际合作越发紧密的时代里，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虽在中国生产，但毕竟是人家的品牌，人家的专利技术，背后还有着我们消费者的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其实在浙江，类似这样的厂家还真不少。这家名为星星便捷宝的民营企业是国内第一家从事智能马桶盖生产的厂家，从1998年至今，他们已经在这个行业内摸爬滚打了近20年。最近几个月，他们的负责人心情不错，因为从一月份到现在，他们的销量已经是过去全年销量的2倍。说起智能马桶盖在中国的发展，这家企业或许最有发言权。尽管他们投资了1亿多，却在很长时间里处于亏损状态，直到2005年才勉强做到收支平衡。而在浙江台州，先后有20多家企业进入到这个行业，市场扩展有限，竞争却多了。然后就是价格战导致盈利缩水，科研经费随之缩减，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很多家企业并没能坚持下来。而便捷宝之所以能够一直存活，也是因为它背靠着一家规模100亿以上的大型企业集团。你看，打开我们的这个关键的这个零部件，我们都是进口材料，进口韩国的、日本的，我们绝不偷工减料。所以虽然我们的成本很高，我们没有很好的盈利，但是我们坚持，因为我们是看好这个产业。他或许想告诉消费者，自己的产品与国外的产品其实没有太大差别，但却也让人们看到另一种尴尬，那就是并不掌握核心技术，真正有着科研能力的单位不愿意去研究一个小小的马桶盖。而一个民营企业想要从精密仪器上去赶超日本，就显得有些异想天开。他们能做的也只能是拆散了马桶盖去仿造。你叫我们创新驱动，创新驱动你国家政策说要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大企业没问题，小企业就问题大了，就我该去谁结合啊？而除了核心技术，工艺上的细节也是让国内企业头疼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跟他们的差距过程当中还是精细化管，我们把国内的一些零部件和国外的一些零部件的对比过程当中啊，我们感受得到，从单一零部件来看拿出来的对比过程当中，我并不一定会比它差，可装到整机以后，它的协调性就不一定有它来的这么精确。就在3月15号，借着这场声势浩大的马桶盖风波，首届中国卫浴行业论坛在浙江台州举行，主题就是立足智能卫浴，拉动中国制造。160多家卫浴企业也在探讨，为什么消费者都已经抢空了国外的马桶盖，却还不知道这些企业的存在，或是不认可他们的产品呢？尤其是这么多年来，智能马桶的生产企业对标准、对规范的认知程度相对较低，也没有接受过国家产品抽查。一旦国家启动产品抽查，这个产品的质量状况会让国人增加了信任呢，还是丧失了信心呢？但愿是前者。能够佐证温伟明担心的，或许是两个实实在在的数字。去年10月份，上海消保委抽查27件智能马桶盖样品，合格率仅为40%。而江苏省工商局在上周公布数字，抽检77个批次，合格率也刚过60%。
显然，无论是想要从核心技术上赶超国外，还是想从国内市场上抢占先机，产品质量、行业标准、服务细节，都将是国内企业必须努力迈过去的门槛。在大家热议马桶盖的最初阶段，我其实并不以为然，而且当成好事和正常的事儿来看。想想当初，中国人出国省吃俭用，就是为了回国的时候能买几个大件，彩电、音响、电子产品。但没过多少年，经过中国制造的快速发展，您还见谁从国外往回买这些东西？反倒是日本一些传统生产的彩电、音响的品牌，它已经边缘化，甚至面临生存危机了。所以我也相信，用不了多少年，像马桶盖这样的产品，恐怕也会慢慢是中国人用中国产的中国品牌的产品。但是，在马桶盖的热销背后，却有着另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它不是产品的质量问题，也不是价格问题，而是我们没跟上中国消费者生活质量升级的新欲望。过去我们求的是有，现在求的是好。因此，与这种生活欲望、生活质量相连接的产品，我们并没有敏感地跟上。这或许才是中国制造现在要思考和跟上的问题。从电饭煲到马桶盖，最大的制造量全部是在中国。那你为什么要跨到日本去辛辛苦苦地把这些商品给它归回来呢？是大家脑子被驴踢了吗？还是被马桶盖给砸了呢？一篇2000多字的文章所引发的热议程度，让他的作者吴晓波也始料未及。在今年两会上，不仅代表委员在聊，甚至惊动了总理。吴晓波说，虽然是他无意中掀起了话题，但中国制造所面临的问题却是不可回避的。在他看来，危机警报已在制造业拉响了很多年，然而绝大多数的局中人都束手无策。他写这篇文章的初衷就是讨论中国制造业如何再出发。那么我们也知道，中国制造业在最近这几年里面，大家日子都不好过，天天想的是两件事，第一是转型，第二呢是升级。中国呢，现在我们可以叫做一个工业大国，这没问题。那我们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的问题啊，就是大而不强，是吧？就是我们缺少核心技术。姚景元说，国际上统计的440种工业产品当中，中国有281种产品世界产量第一，这只能说明我们的产能没问题，但产品基本上处于国际产业链的末端，缺少自主知识产权，贴牌生产，核心技术一直掌握在品牌方手里。我们现在中国这个汽车呀，我们主体还是合资品牌，是吧？那么在合资品牌上，现在我们这个汽车的利润呢，80%是外方拿走。这个生产啊，我们呢是生产，但是我们就是装配，我们没有核心技术，没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这场关于马桶盖的论战也触动了浙江一些制造业大佬的神经。3月15号，10多名知名浙商发出重塑浙江制造自信的倡议。虽然在日本热卖的马桶盖是在杭州生产，但它却并不能算杭州制造，制造业应该重新把所有注意力聚焦到性能和核心技术开发上。很多产品，很多企业家其实是一个叫90分先生，造的差不多，然后他把更多的盈利空间寄托在什么呢？一种噱头式的营销，而不是把它放在艰苦的技术进步方面。在胡宏伟看来，马桶盖事件其实是中国制造和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一场遭遇战。中国企业普遍缺乏这种沉下心来钻研本业的态度，而是存在浮躁的心态，希望赚快钱。世界上没有落后的产业，只有落后的企业。小小的马桶盖在日本已经被脱胎换骨，进化为复杂的家用电器。这是日本制造中共同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们过去啊，可能凭我们勤劳，凭我们的汗水，我们就有钱可赚。但是今后的话呀，这个我们恐怕是要凭知识，凭技术，核心技术。3月15号晚，包括阿里巴巴、华为等600家中国企业，参加了在德国举行的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庞大的中国企业团一方面展示了中国的科技力量，另一方面也希望去探寻德国工业 4.0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革命。去年德国提出这个战略，
旨在通过充分利用信息通讯技术和网络空间虚拟系统相结合的手段，让制造业向智能化转型，这与中国新近提出的中国制造2025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你如果研究德国工业有这样一种状况，应当肯定啊，它政府的作用啊是非常重要的。就德国的政府是吧，这个它在工业方面啊，它能够不断地制定一些规划，采取一些政策措施，它来扶持它，而且它是形成一个系统工程去扶持它。无论是德国4.0还是我们中国的这个2025是吧，我觉得都是政府在推动工业制造业方面是吧一个这个有利的这样一个计划一个规划。为了推进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国制造2025勾画出制造业未来10年的发展蓝图，智能制造将是中国制造未来的主攻方向。对于工业还处于2.0阶段的中国来说，要跳跃到4.0阶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从制造业大国到制造业强国也远非一步之遥，中国制造2025给出的是一个努力的方向。中国制造如何突围，没有捷径，只有脚踏实地地做好产品，打动消费者。3个月内返还赔偿46384克黄金。当吉林化电人于润龙一字一句读完这份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他才敢相信自己等了13年的这一天终于来了。13年前，他因携带黄金被吉林公安查扣逮捕，但就在他等待受审时，国家取消了对黄金专营专卖的行政许可。在随后的10余年间，从无罪不起诉到有罪免罚，又改判无罪，再到有罪没收黄金，而后又是撤销决定无罪释放，于润龙一案一波三折。然而即使是无罪身份的他，也始终没能要回属于自己的46公斤黄金。13年后，当时被吉林公安违规兑换成384万元钱上缴的黄金已经价值1300余万元，但对于经历了2次被捕、4次受审的于润龙来说，为追讨黄金所付出的4000多个日夜的沉重代价，却很难用金钱衡量。如今，面对3个月的赔偿期限，已经年近50的于润龙，多少还是有些担心。但他说，至少心里的石头算落下来了，尊严也跑回来了。白花花的盐碱地，最艰苦的时候，4根木棍插在地上就是球门。由于没有球网，每次射门都要跑出很远去捡球。山东滨州，在距离县城30多公里的邱家小学，一群喜欢足球的孩子已经在这样的球场上训练了3-4年的时间。在这个只有270名学生、20名老师的乡村小学，缺资金、缺教练、缺教材、缺场地，校长只好半路出家当了教练，和这里唯一一名体育老师一起看电视、查资料，现学现卖，自编足球教材。孩子们没有专业足球鞋，就穿着磨出了毛边的土布鞋，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坚持训练，每次踢球都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几年下来，这支不起眼的小足球队已经成为省里远近闻名的一支劲旅。本周在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推进校园足球发展的背景下，这支乡村小学里的足球队突然受到特别的关注。或许人们在意的并不是这支足球队的成绩，真正令人充满想象的是足球给孩子们带来的健康和快乐。在山东平度的闹市街头，一只罕见的幼年东北虎突然从11层高楼的平台坠落死亡。更让人吃惊的是，一番调查之后，仅是在平度竟有3人在私自饲养东北虎，而且除了坠亡的老虎还有7只。本周平度官方证实，这3个养虎者既没有驯养繁殖许可证，也没有野生动物运输许可证，并且从未向林业主管部门报备。人们还关注到，3名养虎者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青岛市人大代表。目前这3名养虎代表已请辞人大代表身份，
林业部门也作出分别罚款3000元、没收非法驯养老虎的行政处罚。此外，还有2名相关官员被处理。但在这样的结果外，恐怕还有更多疑团需要解开。如此珍惜的东北虎究竟从何而来？养虎者又是凭借什么得到的老虎？而如今仅是这代表请辞3000元罚款没收老虎的处罚，又是否得当？白天他照顾奶奶饮食起居，买菜做饭，端水洗脚，甚至要为老人注射胰岛素。晚上他就睡在医院走廊的床椅上。他今年只有10岁，最近在济南的一家康复医院独立一人带着奶奶长途跋涉前来看病的上官希木，让不少人眼眶湿润了。人们伤感于这个少年小小年纪却因父母离异、爸爸去世、奶奶重病等接踵而至的不幸，过早地开始面对现实的困境。而同时，在看到他已经能够精打细算地过日子，把老人照顾得妥妥当当，而又不务学业、成绩骄人，人们暗挑大指，默默点赞。尤其令人感动的是，生活的残酷没有抹去孩子脸上的笑容。上官希木依旧是班里的孩子王，他给自己取了一个名字“阳光少年”，因为这代表着自己每一天都可以没有烦恼，开开心心的生活。这些年来，互联网的存在让每个人都可以发出更多的声音，去谈论自己、他人与国家，抱怨的、吐槽的、谈体制、谈民主的、说天气、论美食的。但很有意思，谈论爱的似乎并没有增多。然而，不管我们谈论什么或者得到什么，如果没有爱，生活与国家又怎么会向好的方向转变呢？乡村小学里的孩子和老师因为爱足球，所以即便条件艰苦也能把球踢得不错。而对于两位不专业但十分努力的老师来说，相信他们的爱不光是因为足球，还有就是看到了足球给孩子们带来的健康和快乐。但愿新的足球改革发展方案能让更多的孩子都爱上足球，爱上运动。再看那个10岁的孩子，如此懂事又孝顺地照顾着生病的奶奶，同时又是那么阳光灿烂着，这其中的爱让人心酸又心动。帮帮他们吧，别都让10岁的孩子自己去扛。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是一个好校长，之所以好也是因为心中有爱。3月15号，整个都安县城都在为一个人送行，他是广西都安高中的校长莫振高。这一天，县城的花圈全部受控，自发前来送行的人绵延数公里，很多人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专程赶回。清华大学招生办、华东师范大学教育高等研究院等多家高校也发函吊唁，一位普通校长的因病辞世，为何引起如此大的震动？希望能够送他最后一程，让他安心能过去，不再那么劳累。他为我们整个读稿的话付出了太多，他的梦想让姚寨儿女走向世界，让都安姚寨的贫困孩子读书走出大山，是莫振高终其一生的心愿。1978年，从广西民族学院毕业的莫振高选择回母校都安高中担任语文老师。37年教学生涯，他深知知识对于大山孩子们的意义。都安是国家级贫困县，素有“石山王国”之称，这里9分石头1分土，自然条件恶劣，全县人均年收入仅1600多元。都安高中每年招收的千余名新生，有1/3都是贫困生，很多学生报到时只有一床旧被子和10来块钱，有的甚至学费都交不起。如果当时按照那个规定不让我来的话，那我就是这辈子就没有机会再上高中再读书了，因为没钱肯定是到外边打工。毕业于181班，如今在北京工作的韩迅，当年差点因筹不到学费没有继续念高中，直到开学一个月后，在外打工的父亲才筹够学费，抱着试试的心态带他去学校报到，莫振高却立马破例收下他，也改变了韩迅的命运。经常有学生因贫困选择辍学，这是莫校长最担心的事情。
他总是主动找到贫困生，减免学费，让他们入学，用微薄的工资资助他们上高中、上大学，也走上了四处筹款之路。很难想象，一个山区校长竟然做到先后筹集善款3000万元，资助近20000名贫困学生继续学业。今年搞上了的，不管再大的困难，我们要想方设法把它中书读稿，还要想方设法把它送上大学。少政府，少企业，少单位，少老板，争取社会的补助。用我的观点来说，就是今年搞上了的一个不能少。有一次校长打电话给一个老总说，哎呀，某某老总，过几天有空我去找你聊聊呗。然后那在我们学校的校长嘛，找人聊聊，人家都知道意味着什么。然后他就哈哈笑说，好啊好啊，没问题。然后过了几天嘛，我记得，然后他真的就跟我出去了，然后就打电话到人家办公区了，就说，哎，我已经在你楼下了，那老总你在哪里呀？然后那老总就说，啊，不好意思，莫校长，我现在不在办公室。莫振高也因此得了一个外号，叫化缘校长。虽然经常吃闭门羹，但这条化缘路莫振高一走就是近20年。最初筹款是在河池、南宁这些附近的城市，后来他带着老师们还去了江苏、浙江、深圳、香港等地。要到你这里来了。你这校长也是难当哦，又当爹又当校长又当爹。我一面想，何至于此？何至于此？真的，我觉得挺难堪的，作为一个年轻人。但是，在我们校长看来，好像这些都不算什么。他觉得为学生做这种事，他不觉得有什么丢人。一次次上门筹款，让一些人嫉妒了这个不一样的校长。也有爱心人士感慨他爱生如子，愿意帮助那些贫困学生。为了建立贫困生档案，莫振高每年都翻山越岭去学生家里走访。在读完高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很刻苦，他们背负着一个家庭改变命运的期望。读完高中也从一所普通县级高中成长为自治区示范高中，这里每年都有学生考上清华北大，但每年也仍有很多学生因筹不到学费想放弃读大学。我看到大家现在坐在我们前面了，脸色非常的凝重，所以现在已经有不少的高分和家长接到新闻了，这个校长啊，帮我小孩选择一个不要学费的学校。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大家不要为这个问题苦恼。贫穷不见得就是一个外国，它可以断送一个人的品格，它可以断送一个人的毅力。去年9月，读完高中第一届圆梦班成立，班里60人，全是家庭困难、学习拔尖的学生。学校减免了他们的全部学杂费，还提供每月200到400元不等的生活补助。这些都是莫振高一点点化缘来的。每天早上6点到学校，晚上12点回家，是莫校长多年固定的时间表。太阳出来了，莫振高会一遍遍提醒大家晒棉被。学生们做操时被雨淋了，广播里会传出他的声音。食堂为淋雨的同学准备了姜糖水，他也始终坚持站在3尺讲台，在老师最紧缺的时候，曾创下每天给3个毕业班上课的记录。学校的点滴，莫校长都要管，他唯一愧对的，也许只有他的家人。我喜欢我的学生叫我老师，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老师。我是一个大山里面出来的孩子，本来没有梦想，没有机会能上大学，但是因为他，我才能够进这个班，实现我的梦想。
中国人常说政生人去后，莫振高校长走了之后，也再次证明了这句话的准确。告别的时候，上千人送行，其中包括从国内外飞回来的学生，队伍绵延出几百米，原因不复杂，他一直用心做教育，用爱做教育，所以人们才称他为校长爸爸。就是我们朋友这几个朋友家的赢的话，大家一起分一分。对对对，农民嘛，靠天吃饭。希望呢，他的产品呢能畅销。因为一年的话，劳动成果都在这儿。希望他们尽快买出。能帮多少帮多少，尽我们的最大努力去帮助本地的村民，他们太难了。本周，沈阳市沈北新区尹家乡新农村的村民们没能等到来收购胡萝卜的客商，倒是迎来了不少热心市民和企业，大家少则十几斤，多则几万斤的购买胡萝卜。当地媒体也不遗余力地通过微博、微信进行呼吁宣传。沈阳当地的一家门户网站还发起了请小动物吃大餐的公益活动。我们把这个折算成本大概是一斤五毛钱，然后在网上，在微店上售卖这个胡萝卜，然后由网友来认筹，然后由我们认筹多少呢？由我们来送到森林动物园。微信、微博齐上阵，网店、商超一起来，如此煞费苦心，都是为了帮村民们卖胡萝卜。要说新农村的胡萝卜也是远近闻名，早在上世纪90年代，这里就被列为沈阳市的二类蔬菜生产基地。全村600多户村民几乎家家种萝卜，年产量在万吨以上，这让新农村成了远近闻名的胡萝卜第一村。有了这块金字招牌，新农村的胡萝卜一直挺畅销，直到去年10月收获季节之后，村民们突然发现往常来收购的大卡车都不见了。今年胡萝卜好卖吗？来点放愁的，怎么犯什么愁啊？没人收，我都不犯愁啊。卖不出去啊。对，这个温度能停到五一左右。往年这个时候，这个窖里边还会有这么多萝卜？往年没有，往年基本都空了。基本上有剩也不多了，就是到五一主要就空了。现在我们基本就没怎么卖呢，就没怎么出售。村民王造凡家今年收获40多万斤的胡萝卜，到现在还整齐地堆放在自家的地窖里，有些胡萝卜开始长芽，一旦天再暖和些，霜雪融化，胡萝卜就会受潮腐烂。王造凡不顾每斤4.5毛的成本，愿意每斤2毛钱赔钱卖，但依然无人问津。在村里转一圈，各家的情形都差不多。为什么？什么原因？就是南方这个进的太力量太大，瞅它那外观形状比咱们好。现在咱们老百姓对这个咱们的来买的特别少，没有人来收了，没有人来收。对，现在出来的都是外的，就是现在卖的全是他们跟外地福建那边新起进来的胡萝卜。咱当地这胡萝卜就是这么的滞销了。村民们似乎都认准了，大量涌入的外地胡萝卜是造成新农村上万吨胡萝卜滞销的罪魁祸首。而在大型批发市场里，外来的胡萝卜的确从数量和销量上都有压倒性优势。山东那玩意儿都比较干净。这都是山东外地的胡萝卜。对，我人这都是新下来的，那都是陈的。咱这个卖的胡萝卜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外地。什么地方的？齐齐哈尔。这个形不好看吗？你看这都这形了，都弯吧形。啊啊。都不好看，头上有绿。啊，这胡萝卜这头的是吧？头上都青，这都发青发黑了是吧？发青发黑，卖还是这个好卖。外地的。对。虽说由于品种选择和生长期的不同，新农村的胡萝卜在品相上稍逊一筹，可揣着营养价值更高和口感更香甜这些金疙瘩，胡萝卜第一村这一跤跌得如此惨，着实有些出人意料。对外来胡萝卜耿耿于怀的村民们并不知道，今年全国胡萝卜的产量大涨，价格本就下降，加上外来胡萝卜品相好又新鲜，本地产品自然就没了市场。更令人担心的是，尽管滞销的胡萝卜已经多达上万吨，但似乎并没有让村民们有新的打算。今年还种胡萝卜？种种什么呢？那想没想过就是说调整一下这个结构？调整，想是想，调整啥呀？那个
明年还要再种。那这个事儿必须得种，那咱们庄稼不收，年年种，咱那个。有很多年历史种的胡萝卜了，万一还盼个好年头呢。在媒体的帮助下，新农村已经卖出了2000多吨滞销胡萝卜，但明年保卫胡萝卜会不会再次上演，还是个未知数。滞销的是胡萝卜，而真正蒙上厚厚灰尘的却不仅仅是胡萝卜。要想打赢这场胡萝卜保卫战，除了媒体和市民的爱心，还需要改变些什么呢？我们也在思考怎么样能帮助农民更好的长久的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说我们也想是吧，不仅仅要关注农民种什么问题是吧，还要给农民提供一些需求信息，包括以这个农产品深加工为主的一些这个产业链下游是吧，这些企业来拉动整个的种植。